一個熱鬧的社交活動就是你需要的東西。反對。大同意。大同意。你喜歡每一天都有一個辦事清單？我是大同意啊，麻煩。蛤？是啊，我試過我的情緒令到我做一些會後悔的事，所以我是每一次我都會進步咯。即我都是，是，但是個進步太少了。就屎你吃了，屎難吃是人都知道，不用多說。當你成功了的時候，你一定很多錢，那你就可以拿那個錢去做些什麼？唉，都真的可以日日開 party 的，但日日開 party 都是 NO。 我是想我是一個分離界的，但你不是咯，其實我應該分離過你的，你不覺得嗎？我是喜歡陷世界一起做事。我知道，什麼都是要去去廁所都要我陪他聊天的。有能力不代表有責任的。那很多罪犯都是這樣的。我就是因為追求完美，所以我很多事都不做。我不理解。神經病，唐僧 MBTI。 Hello，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我們的 MBTI 測試了。沒錯，這條片集合了很多 I 的人和 E 的人和 P 的人和 J 的人之間的矛盾。沒錯，如果你想知道有多矛盾的話，那就先看上集，上集在我的頻道。為什麼你的賭罪法是挺好的？我 keep 一個。你通常會更加喜歡跟別人一起而不是獨自一人？我覺得是 90% 反對的。即是中反對。我想我的人生有 10% 是跟人家一起的。 OK， 我自己是中同意的。我是會想有 80% 是跟人家一起，剩下有 20% 就是自己相處。沒得解，這些沒得解。其實沒得解，就是這個是 I 人和 E 人的分別。為什麼會是這樣？就是我已經是講到就算我出到去沒什麼話說，然後很多人的話我都 OK 的情況，其實就已經解釋不到了這件事。當討論變成高度理論化時，你會覺得無聊或者失去興趣？我是極度反對的。我是中反對。 OK， 我很喜歡跟人理論的。都你喜歡跟我理論？不是，我跟你那些不是理論來的。因為你對啊。不是，你去跟人聊天就不是說想，當你跟人聊天的時候，你不是想得出一些東西的嗎？我不是得出了你對啊。那你跟其他人呢？什麼？那你跟其他人理論的時候，他們未必對的。所以你就覺得你可以講到他們對？不是，我會跟他們，我喜歡討論的比較是多於是在邏輯方面的東西。是，我也是啊。但是你的邏輯通的嘛，有時候咁你條邏輯唔通咩？有陣時人哋嘅邏輯真係唔係好通嘅，我覺得。但係我真係想講，我阿哥其實如果你要同佢講邏輯嘅話咧，其實佢都係通嘅，因為有好多人真係唔通。只不過佢同我講嘅時候咧，永遠都係有我哥冇去講，係咪因為我通過你？因為你通，因為我知啊。但係你唔知道點樣去實行。係啊，就係咁，就係咁樣啫。其實我欠缺咗個行動力。係咪就係咯？咁所以我係中意探討邏輯嘅，永遠都。我很喜歡啊。但你不覺得當你得出了那個邏輯的結論的時候，而是我做，你沒有做到，沒有做到的時候，那就是灰了。你明白嗎？你就由得自己灰了。因為你明知道他對但 都做不到嘛，那你就灰了。你不會替我覺得慘的嗎？你慘，我也慘的。為什麼你不改變這個現實呢？為什麼去到這麼，為什麼去到下一集的第一條第二條都是這樣？這個就是我們平時會說的東西，就是我們的邏輯就是這樣，因為 A 和 B 所以你會得出 C 咯。那永遠去到我們之間的討論為什麼會stuck住了呢？就是通常他說到沒得他沒得反駁。其實不會stuck住了的，只不過是無論我們談些什麼，最終都是會去回這個位置嘛。對啊，都是啊，是啊。我們無論談什麼都好，但我想說，我不會覺得無聊或者失去興趣，這件事是因為我的感受是不是無聊和失去興趣，我是感到氣，生氣啊。情緒很大波動。是，好，加下一段。你會發現自己很容易理解別人的經歷，喂，經歷與自己截然不同的人，即是你很容易共情到一些跟你自己經歷不一樣的人，是不是？我覺得我是。我大同意。我也是，因為就算我自己不是做一些這樣的選擇，或者我自己不是過一個這樣的人生，我會想像到如果在他的角度，他在遇到這些什麼難題，是
點樣嘅？即係我會大概，我會想像啦。點樣？係啊，唔係好簡單，唔係唔係嗰啲唔係想像，嗰、那個係我會在意，可唔可以咁講啊？切身處地倒啊！係啊係啊係啊！我都好容易人哋講嘅困境，我都好容易理解到。若然我係咁樣嘅，會點樣啊？係啊係啊係啊！我係理解唔到人哋嗰啲舒服景咯。舒服景即係點啊？即係如果佢係我十架跑車、廿棟樓嗰啲，我嗰啲我理解唔到先。即係嚇，但係佢依個唔使你理解㗎。你想講話佢哋講嗰啲咩？你唔理解啊？佢哋講緊嘅 feel 我唔理解啊。唔係啊，即係我講緊啊，我覺得你嗰個 case 係講緊可能有一啲本身環境比較好啲，或者係有錢人咁樣啦。其實佢哋都會有煩惱㗎。係係係。但係有一啲有錢人，可能其實佢哋根本想追求嘅嘢就係人生嘅成就感或者點點點。佢哋會講話啊，其實我都唔係真係咁有錢，又或者係即係我都有自己嘅煩惱㗎。咁有啲人係會覺得，主要你本身含住金鎖匙，你點會咩？我相信有錢人有煩惱嘅。係啦係啦，即係但係有好多人係唔接受噶嘛。我明白我明白。但係我係會接受嘅咯， okay, 即係無論佢係本身環境係好，或者係佢本身環境係冇咁好都好，我會大概理解到佢哋講嘅嘢。係煩緊啲嘢唔一樣啫，但係都係會有嘢煩。咁即係我其實係真係大同意係啱嘅。係啦，你大同意嘅。你通常會盡可能推遲最終決定，大同意反對，因為我會覺得，我會覺得當你做了第一下決定的時候，你才會知道你會有什麼後果，或者那樣東西是不是你想要的咯。是啊，你盡早做你就可以扭轉，如果不是你想要的。我近排其實有推緊這件事的，我之前就是怎麼辦，有決定要做不要認記住，是啊，不要認記住就行了。你不認我咯，我認你認好快啦，已經。唔係啊，我嗰次同你講咗話有七個選擇，我叫你揀一條去做。你係零，你係輕。嗰啲同投資一樣啊，你唔可以唔諗清楚噶嘛，大佬啊，某某。咁你諗住諗幾耐啊？搞埋呢度啲嘢先啦，好唔好啊？盡量推遲最後決定。唔係，但我依家就我關於嗰啲日期啊、做唔做啊嗰啲，我依家會覆得快過以前很多。 OK， 係啊，依家就係盡量再推進緊。你很少對自己做出的選擇產生懷疑，其實我是的，即係就算我最尾得出咗嗰個結果是錯都好，我都會諗過咯。咁所以我就不會懷疑咯，因為我會覺得那個選擇咧係我深思熟慮之後做出嚟的選擇，然後那樣嘢都是不是我想象的方法去發展的話，那我就不會懷疑咯，因為我會覺得依個錯咧，我人生俾我再揀多次，我都係會咁錯咯。嗯。是的，我明白的。是不是先？是的，即是你反過來都是這樣選的。即是你後悔是沒有用的，對於我來說。我也是，我也是，我都是。是的。我不會怎樣大懷疑的。我很清楚為什麼自己會這樣選。即是的。是的，所以大同意啊，麻煩。經過漫長而疲憊的一周。總之又長又累的一個星期啊。是的。一個熱鬧的社交活動就是你需要的東西。反對。大同意。大反對。大反對。一定要玩一波勁啊！okay， 這個就是 I 人和 E 人的一個沒得解釋的，就是最解釋不到，不需要怎樣解釋。你喜歡你試下叫，不是，你試下叫我做完事很累，真的做足事一個星期很累，你試下叫我病在家休息一下。哇，我會覺得是啊，我現在要回去，我已經在回去了，可能我會覺得我在別人跟我說這句話之前我已經在回去了。黐下線，我會覺得放假躲在家裡是浪費時間，上班不做事是珍惜時間。對不起，不怪得啦。對不起，很奢侈，你一個很幸福的人生，你才可以做一些這麼不負責任的決定。當然是啦，這個，有一些這麼不負責任的興趣，這個是一個概念。這個是一個概念。你想想你不做事，或者是你覺得出去玩樂才是最好的話，即是代表其實你不做事不會對你的人生來說帶來什麼不好的後果。不是啊，就是死了，來下一條啊。那我是不是應該不理你呢？不是。那就是咯，那我沒有叫你不要理我，我沒有跟你說過任何一個阿妹你不要理我啦。不是，我現在跟你說的嘛。如果我是好像你這樣的想法的話，那其實我應該不理你咯，因為我會覺得我幹嘛要攞苦嚟親啊。所以我就說你很幸福咯，因為你根本從來都不需要擔心過我咯。幸好你不是 ENFP 咋，嚇死我啊。你喜歡參觀藝術博物館，你一定是的。我都喜歡的，但因為我太矮了，所以有時候我會你這裡有人不是那麼好，什麼事啊？
定係 I？ 係係噶。如果嗰個藝術博物館好多人嘅話咧，其實我會覺得冇咁盡興咯。Oh my god！ 人哋都唔搞你噶啦，人哋自己病埋睇自己嘢啫嘛。同埋我對於要排隊呢樣嘢，哦，咁係，咁係，咁係。所以我係大部分同意啦。哦，我係大部分反對嘅 ，sorry。sorry， 唔係真係大部分人，我中反對。Okay. 你係大同意，你中同意啫嘛。中同意。咁就我自己係都係嗰句，我有陣時好想了解一下嗰個作品到底係點解會咁樣嘅。嗯，係啊，係啊。但係當我有陣時去到個藝術館嘅時候，其實就連個藝術館都唔係話解釋咗咁樣。哦，所以其實而家嗰個科技咁發達咧，其實你好多展啊，又或者好多個作品，其實你喺網上面會睇到。所以其實我點解會去嘅嗰個原因就係，我係想感受一下嗰樣嘢真實發生係點樣，同埋你通常 artwork 啊，又或者係你一啲展，你係需要場地嘅即係佈置啊，又或者係人哋係成個空間感嘅問題嘛。咁我就係親身經歷咯。但係我喺去依個藝術館之前，我就會睇定先㗎啦，即係做足資料蒐集咯。但係當然你有陣時去到一啲外地嘅地方，去過藝術館已經要睇嘅，係之前仲要資料蒐集。但有陣時你避免唔到嘅就係你去到一個外地，有陣時有啲。gallery 或者係一啲 show， 你係本身唔知道噶嘛，咁，可能我就會去完感受咗之後，我就會翻去再資料蒐集，然之後我就會諗啊，當其時原來我係 miss 咗啲咁樣嘅資料喎，咁我就會再上去睇咯。我嗰個興趣係有，但係興趣只係在於，哦，呢幅作品啊，原來係因為當時期啲人民被迫害，所以就咁，哦，被迫害，跟住我走咗。我係去到呢度嘅啫，個興趣。Okay， 明白。即係你想大概知道發生咩事？係啦，大概知道啦。Okay， 明白。你經常好難理解人哋嘅感受。反對。反對。我大反對。我其實我係好常理解到人哋嘅感受，但我想唔想理解係一回事咯。即係因為有陣時，即我都係好講我中唔中意嗰個人。如果我唔中意嗰個人嘅話，我係理解你嘅感受，但我拒絕去感受你嘅感受。除咗睇人啦，仲有好多睇情況啊嘛。有陣時有一啲理解人哋感受嘅時候，你亦都好清楚自己立場，或者你都好清楚自己感受，咁嗰啲咪你理解同埋你讓步係兩樣嘢咯。我自己覺得，哦，係啊，係啊，係。係啦，就係，即係理解嘅話，我覺得我都覺得做到嘅。同埋有陣時我自己好多最無奈嘅情況就係我係好理解，我有陣時寧願我理解唔到喺一啲argue會發生嘅時候，我寧願我理解唔到。但係問題就係其實我理解到，而我亦都理解到我自己點解覺得係企對面嗰個。係啦，所以我通常去到依個位嘅時候咧，我就會 block 咯。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哇，點解你咁冷淡，或者係你咁冇感覺嘅？其實唔係咯，係因為你太有感覺，所以你先知道你要 block 咗嗰樣嘢，去令到嗰件事係。不會有完結的一天，你明白嗎？即如果對於我來說，我會去給自己感受，或者我會去解決那件事，就代表那件事我懂得解決，那麼我才會給我的情緒發出來。但如果你那件事是你感受完所有事都是向朝著負面的發展的話，那麼我就會想辦法去處理那件事，或者處理別人的感受多先咯。即我一定要有方法的一個人咯。但係冇啊，有啲嘢係殺到埋身，即係假設係，假設啦，假設係情侶。嗯。咁譬如用食蘋果嚟做比喻。O K。個女嘅好想食蘋果。嗯。個男嘅唔想個女嘅食蘋果咁樣先算啦。咁但係你又明白個女嘅好想食蘋果，但係個男嘅真係好唔想去食蘋果。咁嗰啲情況咧，嗰啲情況又點算咧？嗰啲情況我就會提出解決方法咯，就係話個女仔，咁你咪自己去食蘋果咯。咁嗰個男仔你咪當看不到咯，即係你個女仔喺個男仔唔知嘅情況之下食蘋果咯。哦，咁樣啊？即係依個先係解決方法噶嘛，而唔係我理解你啊，然之後大家都係一樣。咁其實佢哋兩個都會 keep 住鬧交噶。你要提供一個解決方法俾人哋，人哋先會平息依個紛爭噶嘛。好，OK。係啦。好似有啲明白。所以應該係話，所以依個情況之下，我先會選擇去理解人哋感受咯。但如果有啲嘢係真係我諗唔到解決方法嘅話咧，咁我就會走噶啦。O、okay. K， 因為我覺得我幫唔到依件事，所以我冇存在嘅價值咯。嗯。你喜歡每一天都有一個辦事清單？我係大同意啊，唔該。嚇？係啊，我好想，我好中意有 to do list 㗎。O、okay. K， 即係個問你實唔實行到？你實唔實行到係另外一回事係咪？係。
係嗱，唔係即係真係嘅喎。假設我嗰日係 hea 咧，我都想我一起身就知道我今日要 hea 咯。OK， 即係然之後就係我實唔實行到係另一回事，呢個都真。但係個問題就係，當我假設我真係 list 咗三樣嘢出嚟咧，你好想去完成。當我完成唔到其中一樣，我會好撚嬲咯。哦 ，OK OK。我唔係好 ，sorry， 我唔係好嬲。你會好失望。我沮喪。OK OK， 你好少會感覺冇安全感。反你嚟先。我覺得我係 90% 反對。我係 100% 反對。我係完全冇安全感嘅一個人嚟噶。對所有事情，你對於自己呢？冇噶，我冇覺得我冇覺得我，係、okay. 啊，我唔覺得我之後嘅路係行得會好順噶。我係完全冇安全感，對所有嘢都係。對於我自己，但你連自己都控制唔到嘅時候，冇人可以幫你改變現狀噶喎、哦。所以你起碼你去到最後，你要信自己啊嘛。因為你自己每一天做的事，你每眨一個眼，你每伸出手做一個動作，你是一個健全的人，你是可以控制到自己的嘛，所以為什麼你會對自己沒有安全感呢？不是只是對自己，我對所有的事情啊。不是的，就是我就是說，就算你對所有的事情都沒有安全感都好，你不可以對自己沒有安全感咯。雖然我明白為什麼會對自己沒有安全感，但我只不過我想說服你，或者是告訴你，就是因為你明唔明我讲紧咩啊？系咯，我明就系，既然你冇安全感，点解你唔揾啲去保障佢啊嘛？之类咁样嘅嘅取态啦，系。我系冇安全感到，我同过自己个朋友讲，因为我个朋友成日都话佢屋企人点就留啲乜俾佢嘅。嗯。然之后我就会，我系真系同佢讲，我话喂唔好咁样啦。嗯。啲遗产，佢一日未过身啊。嗯。那些遺產都不是你的嘛，是重點的就是還有這麼多年流長，他可能不用了，他就算不用了，他突然之間可以有一天被人騙了，是啊，我對這些東西的不安全感的程度是去到這樣，我明白啊，但是不是，我覺得這個安全感是很正常的，反而是你的朋友太樂觀了，他有莫名的安全感，因為那件事根本都不是他自己控制到的，他怎麼會這麼大安旨意呢？ OK， 即是我Okay. 所以我就係話，我點解我 90% 反對係，因為我對於我自己控制唔到嘅嘢，我係好冇安全感嘅，所以我係會不停做好多嘢去穩定自己個 10% 咯。即係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做啲乜嘢有個譜啊，所以係啦，所以其實我係普遍嚟講，我都係好冇安全感嘅。O K， 係，其實會 plan 嘢嘅人他係冇安全感。係啊，但係估唔到個唔 plan 嘢嘅人都係冇安全感喎。唔係，咁呢個絕對係成立嘅喎。你諗下，如果你係一個唔 plan 嘢嘅人，但係你有安全感，就係代表你係一個蠢人咯。O K， 即係代表你係一個黐線佬咯，或者YOLO得滯啦啩？即係我係喎，我唔 plan 嘢，但我覺得我沒其實 OK 嘅，我 respect 嘅。去到一個極致嘅話咧，其實都明嘅，即係佢可能真係覺得佢聽日就死，但係佢餘下嘅人生佢唔可以擔憂咯，因為咁樣就個唔成立啦，係啦。我明白我明白。冇錯冇錯。你會避免打電話？反對。中反對。睇咩時候啦。但如果人哋想打電話嘅話，其實我好歡迎嘅。但我即係我冇刻意去避免呢樣嘢咯。我係中反對咯，睇下我嗰陣時得唔得閒咯。OK。係啊。你經常花很多時間理解同你自己截然不同嘅觀點，其實我都我打中同意。花好多時間啊！我都中同意。係，我中同意。我好想知啊，點解你咁諗咧？咁我算唔算花好多時間？其實我都係咯，我會想知嘅。我都花多時間嘅。喺你嘅社交圈，你係經常聯繫朋友並發起活動嘅人，我覺得係中間。中同意哦。我都中同意。啊，你中間定中同意啊？我中間，係我係中間嘅。即係有時有時冇咯。我係都多嘅，都多中意。成班 friend 出去玩，即系当我接到一阵嘅时候，我就会想约我啲朋友，系、啊、咯，即系佢都出去，跟住然后又休息翻一头，见够见够啦，咁然之后又摊下自己。冇错，如果你嘅计划被打断，你嘅首要任务系尽快回复正轨，同意，系咪？中同意。咦，我都中同意，我都中同意 ，sorry， 因为我而家系学识咗，如果嗰个计划系冇。
係嗰個計劃未必真係要做啊。即係如果佢被打斷咗啊，係啦，咁即係代表你係控制唔到啦。同埋有事發生咯，咁到底有事嗰個發生會唔會令到你要做另一樣嘢咧？咁咁亦都有可能。係啦，我都明。所以我就會接受你嘅喎，就是、會諗另外一條 plan 咯。抱觀望態度，即係最緊要有計劃啫。你仍然被你很久以前犯的錯所困擾，我覺得我係反對嘅，即係我個人係覺得你冇用啊，即係我會有感受嘅，即係我會覺得唉唔開心或者係會有啲少少嘅感受，但係我唔會困擾咯，因為我知道我係冇辦法改變嘅。啊，係，我中同意嘅，但係。我是會被以前犯的錯而困擾的，即是會影響到你之後的，會影響到我之後，還要是影響得很多的，都會是會的，但是這件事沒有辦法改變，即是除非你的每次都是這樣。還有呢，我剛才不是說我很喜歡看別人的觀點的、如果我看一下覺得 make sense， 我分鐘跟的。你是不是覺得我不 make sense 咁？點解你唔跟嘅？你嗰啲唔係話跟下就，人哋嗰啲諗法係跟下個諗法啫嘛，大佬啊！你嗰啲諗法係跟落個做法啊嘛，兩樣嘢嚟噶嘛。你個諗法我跟噶，我唔理解，即係你跟下個諗法，但你唔跟個做法，即係代表你同意，但你唔做咯。唔曉跟啊，你明唔明啊？但有陣時候我係已經同你講咗話，你只要。即我是唔個細細地嘅 step 都已經提供埋俾你噶咯喎，除非你唔同意，我可以令，即係除非佢係唔同意，所以我理解到佢點解唔跟，但係佢同意，但係佢唔跟呢樣嘢，我係極級唔理解咯。你好，佢要回覆啦又，我唔知點回覆啊，冇得回覆啦。唔係有得回覆㗎，但係點解你唔做啊？因為做落嘅時候，你譬如之前講，我又唔想爆啲系列名出嚟。Okay. 但係之前講嘅時候就係做緊嘅時候，我突然之間自己對嗰樣嘢寄予咗一種厚望啊。咁跟住咧，你 feel 到自己會成功啊？唔係屌，而我覺得我自己可能會辜負咗我自己對呢樣嘢嘅厚望，所以我就。暫停佢唔做嘅。黐線，黐線，即係你見到要進修啊？唔係，即係你見到個前景，但係你就避免自己去到依個點。要進修啊！你唔可以同步進行嘅咩？好唔可以噶。嗰樣嘢唔係你讀一個 course 就先要做到嘅嘢嚟嘅喎。嗰樣嘢係要用幾年嘅時間，至少去浸淫出嚟。黐線，點會啊？哎，下一条先。Okay. 你好少考虑人类存在嘅原因，又或者生命嘅意义。你好少考虑你系完全同意啊？唔系喎，点啊？吓，点会啊？人类存在嘅原因啊？我成日就系觉得，我成日系因为谂我点解要存在，或者系我存在嘅意义系乜嘢，所以我系啊。所以我才會想點解我成，所以我成日都點解你會存在啊？所以我先成日問你，你想做咩啫嘛？或者你喺而家做緊嘅嘢，你嘅存在價值係咩啫嘛？但大家嘅睇法唔同啊，因為我係大同意，唔係其實我係大反對噶，我喪考慮噶人類存在原因同埋生命嘅意義。唔係，我咪反對咯，我咪反對咯。係啊，我同你都係。但我哋考慮嗰個點係個點好唔同咯。我考慮嘅位係唔係淨係我嘅意義，又或者我嘅原因咯？係你考慮種族？物種啊，已經唔係種族啦。亞洲人嗰啲係種族啊嘛。係係。考慮嘅係成個物種，甚至我會考慮嘅係物質啊。OK。係啊，所以係。但我就覺得我都明白的，我想我的想法就是，我覺得想完之後呢，這件事是會令到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或者是物種，會影響到你自己的人生的，是的，即是我想去變好的，但你想完之後你就覺得，唉，人可能一生都是粒微塵來的，為什麼要這麼用力，即可能你是這樣想咯，是會這樣的，是會這樣的，是很 spectator 地看下去，但是然後我再跟著你這個邏輯去推論下去，我經常都會問一些這樣想法的朋友，我就會問，那其實你是想開心還是不開心？開心，其實是大部分人都想開心的，所以我就覺得為什麼你們想事要去到這麼虛無縹緲呢？因為想法不是靠自己控制的，即是你會想什麼不是自己控制的，不是，但是你是一個有邏輯的人來的嘛，我有邏輯，是啊，你既然你那個邏輯是通的時候，所以我最終我竟然是一個 F 而不是一個 T 咯，
即係點啊？我係一個 feel， 我係 feeling 而我唔係 thinker 咯。OK， 明白。係啊，即係呢個係係好好好癲嘅。你對情緒嘅控制力不如情緒對你嘅控制力，即係你控制唔到情緒，但係情緒控制到你。我反對。我同意啊！我中同。反對反對反對！我係好有感受嘅，但係我對嗰個感受係我會強行去壓制佢咯，直到我覺得嗰個感受係適合。去發出嚟，我到依家都唔得啊！我情緒會經常令到我做咗好多後悔嘅嘢。嗯，係。我諗係因為我試過我嘅情緒令到我做一啲會後悔嘅嘢，所以我係每一次我都會進步咯。即係我都係，但係個進步太少啦。OK， 好，明白。好嬲！你盡量唔令人哋難堪，即使係完全係佢哋嘅錯。大同意。我是的，我都是大同意的，即就算那個人的價值觀或者道德觀是我真的我是很不喜歡的人，如果他是處在一個很難堪或者大家都恥笑他的地方，不是不讓別人難堪嘛，是不是不是他已經處於難堪，那我再想遠一點，即我會經常想如果我真的很不喜歡的人，如果有一天他在我面前出醜了，我都會我會寧願不去感受，但我不會加多腳，所以我這個不會令到他難堪，就是我去到這個這麼極端的情況、我都類似是這樣的想法、我是覺得即是很簡單，夠屎你吃了，屎難吃是人都知道，不用多說的、就是這樣的地步，是的。你的個人工作方式更加偏向於自發的能量爆發，而不是有條理的持續努力。我是不好意思，雖然我不想是，但我大同意，大同意。我覺得我是反對的。你是有條理的持續努力。是啊。我不算是有條理的持續努力，即我不計做 gym 那些，做 gym 那些你不能不持續、但是如果你說做事，譬如剪片，可能突然間做過那些，即是做那些合體歌那樣那些東西、我突然之間那晚我不睡就不睡了、但是你說我每個星期都你找一個適合自己不睡就不睡的時間來做這件事，我又做不到、我是選擇那些我明天都有事做的 show、但我今晚就是想做，我就做爆了、是這樣咯，是的， 我就是相反咯，厲害，即我都會這樣爆的，但是 我爆完之後我就要回去，很慘是持續的，是的。當有人對你評價很高的時候，你會想知道他們要用多長的時間會對你失望呢？反對。 Sorry， 我是中同意的，我是中同意的，所以我就想跟你說嘛，這樣是不好咯，即如果你的人生其實你是想開心的話，是啊，不是，但是有時候就是呢，你自己其實你會不會對自己失望是最重要的，是還有你人家對你的期望你不會知道是什麼，應該是這樣說，其實 你如果你不對自己會失望，你不會覺得人家對你失望的，對不對，成不成立、應該是說你不對自己失望，就算人家對你失望你都會覺得你瘋狂的你明白我說什麼嗎？因為譬如我不會想別人對我失望，但是其實如果別人說出了別人對我失望的那個 moment， 我就知道我已經令到你失望了，那我可以怎樣去令到這件事向好的方向發展呢？就是我不要想咯，即我不會想知道咯，我只是知道我可以接下來怎樣做去令到我自己不會對自己失望，咁当我知道我对我自己冇失望嘅时候，人哋就自然唔会对我失望啦。或者系当我自己都冇令到自己失望嘅时候，人哋对我失望，关你鬼事咩？系咪？你明唔明我讲咩？我明。因为我当我自己都对自己冇失望嘅时候，即系代表我已经尽咗我嘅100% 努力啦。即系如果都未搣到你个 standard 嘅话，就代表即系我冇办法咯，即系我系无能咯，只可以咁谂。好系。系咪？系咪先？都系，都系咁样谂。所以我不會想他們會不會對我失望，因為其實終歸你都是對自己交代，我不知道再不用說什麼希望失望，純粹就是你被人讚完之後很 feeling 的東西，你被人讚完之後你覺得他們之後會不會罵或者不讚神經病，那你想被人家不罵，你想被人家讚你啊？想，但都會擔心他們什麼時候不讚即是你要 keep 住人家一直讚你，不是是 keep 住 你自己都要繼續做這些東西出來的嘛，是啊，那個問題就是你做國和青理論，國和青理論
郭和青，我做了一壇嘢出嚟，好多人讚。嗯，我只要以後唔做啊，咁我就以後都好多人讚啦。黐線，唔係咯，好多人咁咁對啲人對我嘅最後印象就係讚讚讚讚啦。但係嗰個問題就係、是，你冇諗到，如果你唔做呢樣嘢嘅時候，咁嗰啲人讚到一個位置都會停噶，就覺得點解佢做完嗰樣嘢之後唔做？唔係就等於啲戲做得好好睇睇，唔好出續集一樣啊。咁佢哋會 start up 另外一樣嘢噶。咁就變咗推到你喺依個行業裏面，你都一定要拍嘢噶。你唔出續集啫嘛，但你要拍嘢噶。係係係，你啱，得啦，你啱嘅，你啱嘅，你啊，你啊，你啊，你中意大部分嘅時間都需要你獨自完成嘅工作啊，即係。但係同意，即係我係中意嘅，但我知道唔可以咯。嗯。即係人係冇可能去到最尾都係自己一個人做曬所有嘢，係做唔到。我係大反對啊！我係中意冚世界一齊做嘢。我知道，乜嘢都系要去去个厕所都要我陪佢倾偈嘅。系啊，冇计啊，呢个取向问题啊。你认为思考抽象嘅哲学问题系浪费时间？大反对，杀案啊！大反对啊！唔该。大反对，呢样嘢系我哋共同都系同一样嘢啦。但系其实我哋处理嗰件事嘅方法系好唔一样。即係我覺得哲學係要思考嘅，因為思考完之後咧，對你嘅人生仲有改變到。而我係覺得哲學嘅問題，我嘅樂趣只係在於思考嗰 part， 即係思考出嚟得出嚟嘅結果唔重要，我中意。你唔開心都唔重要。都重要，都重要嘅。冇咁重要咯，冇我咁重要。如果你覺得重要嘅話，就好似我咁咯。因為我真係覺得好重要。唔係，因為你行動已經同思考係兩樣嘢嚟㗎啦。黐線啦！你就係要思考咗先行動。如果你行動係唔思考嘅話，唔係思考係思考，行動係行動，行動係行動。有陣時我知道，咁係你即刻即係好講經驗啊，好講你個 pattern 啊，我明白。唔係啊，我呢啲係唔出得街嘅內容嚟㗎， okay， 已經去到，所以就 okay， 我哋有機會再討論。與安靜私密嘅地方相比，你更喜歡繁忙同熱鬧嘅地方？好啦，依、這個好明顯啦、啊。唔明顯嘅 ，sorry， 反而。這個它純粹是繁忙和熱鬧的地方，不代表我和那些人會一起開 party， 即我出旺角很多人，但我不喜歡，因為會大家一起很逼、哦、我不喜歡的。我如果現在不那我都是小反、即我都是中反對、啊、因為我有時候我就是喜歡自己在街上走，喜歡自己走超市、哦、但我喜歡放風、啊、但是有沒有人、啊、現在有沒有人說，如果很熱鬧的我 OK 的，因為我不會跟他們 connect 的嘛、哦、我都可以休息。我剛相反，我是覺得如果成堆熱鬧的人很多人在這裡，而他們跟我是沒有 connect 的話，我覺得很阻礙，要有 connect。 OK， 所以你是中反對。不是 你更喜歡繁忙，是啊，我不喜歡繁忙熱鬧的地方，你更喜歡嘛，即與這個安靜。不是，但又可能你在繁忙熱鬧的地方都是你認識的人來的嘛。沒有可能，繁忙熱鬧你會想起什麼？即是你不喜歡無緣無故出街，但全部都是你不認識的人。是不喜歡，旺角很多人。 OK OK， 明白，你一眼就知道別人的感受。我覺得我是中同意。我覺得我大同意，我不會 100% 確定的，但我都覺得我是挺認識看別人細微的一些東西。我也是，我最好即我不會說他一入門口我就知道他們怎樣，不會，我知道少少前文後理的話、我都要知道少少前文後理、okay。 即若然 我會容易看到的就是、哦、這個場合有誰和誰在這裡，為什麼有條突然黑面，那些我會很快 sense 到。哦，是的但是如果你說他突然之間出現黑曬面，我那麼 sorry， 那當然不知道了，不知道什麼事了。那你會知道他黑曬面咯。哦，是的都是這個是，但我都是中同意而已。明白。你經常咁都難以承受，反對。哇，好啊，勁喎你！因為難以承受喎，即係代表你人生發生咗一啲你完全冇諗過嘅嘢，你先會難以承受。即係譬如 ，let's say 有人離開咗呢個世界，即係呢啲我會覺得係霎時間係你真係好難以承受嘅。我係唔除咗呢啲情況之下，我覺得所有嘢都係有可能發生㗎。以下落嚟要講一啲我自己嘅諗法、我覺得我 take 到佢中同意啊，難以承受。個原因係我大概都叫即係喺香港呢個社會入邊，又
即算是一個做緊嘢嘅人啦，即雖然呢個 freelancer， 即你只能夠計 freelancer， 但係都算是一個做緊嘢嘅人，會見到啲出邊嘅人，會見到社會上面嘅人。咁但係就我開始又好似當我大概都見到佢哋點樣運作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世界冇咩好玩。哦，咁我明白啊，我都有經歷過你嗰段時期啊。嚇！是，但是你最尾会承受到的。因为你承受不到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人承受不到，就会有情绪病，甚至是会自寻短见的。即是我会觉得承受这些是好的，你起码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我去到最 worst， 我自己觉得是最 worst 的时候，我都不会想死。因为我已经是觉得去到 OK， 我就算当假设叫做 kind of叫做成功了，那又怎樣？即是你比較接受你失敗多於成功？不是，就算你成功了，你都繼續是跟著所有的玩法去做的，其實。是，但是你可以拿成功得到的東西去做你想做的事情。OK。即是你的成功不在乎，已經不只是在你自己個人身上了。當你成功了的時候，你會有很多，即是你一定很多錢啦。咁你可以攞嗰个钱去做啲乜嘢？系，都真系可以日日开 party 嘅，但系日日开 party 都系 no。你成功咗，你就系想日日开 party 啊？我嘅人生目标就系够钱日日开 party， 唔得嘅咩？得，好，你按部就班咁样完成事情，唔遗漏任何嘅步骤。我系大同接。其實都是大同意喎，大同意。我係如果計剪片咁，我都有個中同意嘅。但係如果計 over 我所有嘢嘅時候，我係小同意。你對有爭議性嘅事物感到興趣，我覺得我係爭議性喎，唔係潮流爭議性喎。我知道，是、有興趣，其實我是想知道的，因為這些都是一些知識來的嘛，是對於一些不關你事你自己理解不到的。問題就是你喜歡看別人用什麼角度看東西，你找一些有爭議性的東西來看，你不是一次過看到很多咯。所以就 是大同意的。我是中同意的、哦、竟然是這樣。因為有時候有些爭議性的位置你是去不到盡頭的、哦、而我不喜歡去不到盡頭的、那個位置、sorry， 中同意、okay。 有些事是你明知道大家都會不同看法，但是冇得救嘅。係啦，中同意，中同意。如果你認為別人更需要，如果你認為人哋更需要嗰個機會嘅話，你是會俾出去嘅。好睇咩喎？嗱，我覺得是中反對，即係差不多挨近好反對嘅啦。因為以往咧，我真的會覺得想大家都在一個不難受的情況之下去生存嘅，但是不是咯，即係有時候。即是我现在我会觉得我知道我有了那个机会或者我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我会去将它用在一些更加好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就我会捉紧一些在我接受程度以下可以得到的机会。小反对我自己都。我再 worse 少少，我明知道自己用不好，但我就是没那么伟大。OK。明白的。你很难在最后限期前完成任务。大反对。我觉得是大反对。我基本上没有试过。你接受不到自己已经推迟了第二个 deadline。我没有试过过 deadline。因为你的 deadline 很厚。是你相信事情会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我以前是会保守一点的。最后一条。我现在是一定要相信。最后一条。最后一条。这个。我相信是啊。因为我会觉得你怎样想呢，真是吸引力法则。是不是啊，你一定要相信的。我觉得这件事不是他之后是不是会真的向有你的方法。方向。他是有个逻辑的，的确。即吸引力法则是有个逻辑去。不是，那个问题是你要相信。即我不知道他最后是不是会真的向我有你的方向发展。但我知道我现在要想的事就是要相信他，他才会好。你明白吗？即譬如好像我跟你说话，你一定要设定自己是。我说我就好像我刚刚跟你说话， 你一定要设好每个星期五都要做这件事。你要相信你自己做到呢件事，你就做到噶啦。其實你是做到的，如果唔係，你就會冇曬啲 subscribers。人生教練堂，人生教練堂啊！嗱，我呢個咧，我係 INFJ 嘅，我係我呢個揀咗
好中間。我依然即係我唔睇相，唔信命，就已經好明顯點解我會揀中間咯。我以前都係咯，但係哥哥真係你要相信咯，因為你相信咗之後咧，你係唔會有唔好嘅嘢發生噶，你只不過係相信啫嘛。是不是就算你可能你相信了一件事、我會做到，即使你做不到你都要相信這件事是不可抗力，但是你都要相信在這件事失敗了之後有更加好的東西在等著你，即是說你的想法是要這樣，是不是？ 我明白你說什麼。是的，好了，下次產結果 INFJ 我也是。你什麼你改了嗎？又不是有病啊，你是ENFJ 喎，我變咗 ENFJ。你本身係咪話 ENFP 咯？我竟然會變咗做 ENFJ， 唔係有病話，我成為咗 J 人，冇問題啊嘛呢件事。嚇？點解你嚇？ I don't believe it。 你對上一次係做幾時啊？一年左右啦。我諗你係咪真係依一年嚟多咗好多 planning 啊？因為你入了世啊！我咪就係呢一年嚟係會逼自己去做啲嘢咁樣咯。係啦，你落咗地啊！你知道如果你冇 planning 嘅話，你會有啲咩後果？你係發生咗應該好多事，係令到你自己失望，所以你而家變咗個 J 啊！我打死都唔相信我變咗 ENFJ。哼，嗯，但我心底裡一定係個 P 嚟嘅。你唔係你想做 P 啫？但是當你向緊做咩啫 ？J 人得罪你咩？我唔想做 J 人啦、啊。點解啊 ？J 人好辛苦啊！做 J 人真係好撚辛苦啊！我成日都覺得啲 J 人好悶啊，然之後覺得啲 J 人好執著啊，然之後覺得佢哋好真係好固執啊！我變咗做 J 人啊！你做咩攻擊我？但是的我觉得我执着我快乐，起码我每一样东西我都是朝着我快乐的那方向的。但是 P 人是每一天都在 surprise 自己。很 surprise。看完之后继续做。是的、是激励人心的乐观者会积极行动去做他们觉得啱嘅事，咁佢唔啱我喎。點解我咁內向嘅？等下先，講埋佢先。我係提倡者。我係主人公。原來主人公係真係個角色名。倡導者是安靜的有遠見之人，通常係鼓舞人心而不知疲倦的理想主義者。我好疲倦啊！你不知，你唔知啊！我真係好疲倦，其實我係真係好攰啊！而其實我是接受自己是一個悶人的、因為我真的不想人生有那麼多 surprise、我不行、我很想而且我性格不悶嘛、okay、我是瘋狂的嘛，只不過我的 pattern 悶嘛，我是想我是一個 funny guy， 但是你不是咯，其實我應該 funny 過你，你不覺得嗎？看什麼時候啊，我覺得我 funny 過你，看什麼時候啊、okay、然後、精力方面啊，我是 69% 外向喎，竟然我是 68% 內向。哇！外向人啊，好享受團體活動啊，重視社交活動。我有咁內向咩？佢依個話你係咯。你覺得我係？你頭先由呢兩集講出嚟嘅嘢，你去內向啊？我係73% 有遠見，27% 係現實嘅。我有71% 有遠見，29% 係現實。即系我哋差唔多。我系有远见噶，即系我会。唔系我冇。系啊，我系有远见，我亦都承认我系有远见噶，但系我系会望住佢发生。你会望住你最唔想发生嘅发生。我知道我会差错脚噶，我就由得佢啦。我知道个海，我睇到个海啸系冚紧埋嚟噶啦。我唔会跑咯。冚到啦。继续先。Okay.我66%是感受，34%是理性分析。我是75%的感受，25%理性分析。OK， 都係 make sense， 我自己都覺得 make sense。咁點做 J 啊？咁咪好撚矛盾。喂，哥哥，下一個我係。Oh my god！ 我係100%
評判 0% 的展望。不是，我是講緊如果我咁多係感受嘅，你咁多感受，你點樣做 J 人啊？咩啊？唔關事噶，我都好大感受噶。咁變態，即係我開始要逼死自己啦。唔係啊，當你有感受嘅時候，同你 J 係講緊你有冇 planning 喎，唔係咩？都係，你真係可以有感受地 planning 嘅。係啊，因為我發覺咧，人如果要做到，應該是說你選擇先苦後甜還是先甜後苦咯，即是我的 plan 是因為我很有感受，但我不想我之後，是我是說因為我覺得人類啊，其實有很多事情 你要做得比人好，即是一個好的人，即是 so far 在現實世界裡面，人們說是一個好的人，你若然真的要做到，其實你做的所有事都反人性啊。你現在你要看太靚，你又要去舉鐵，又要吃清一點，是啊，你要道德好，是你又可能有很多掣肘咯，掣肘，是啊，你要生活好，你又要努力開工，或者做一些開工以上的事，是啊，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很反人性，你才可以做到一個好的人嘛。是啊，即因為對，如果你說不理道德觀的話，即代表你是每一個考量你都是為了自己出發，我自己當刻想怎樣就做嘛，那我就會傷害到別人咯。對，所以為什麼 我知道這件事會傷害到別人，但其實我是說這件事本身很反人性，因為人是動物來的嘛，本身就已經是動物，但是人都是一個比其他它是有智慧的動物咯，對，所以 feeling 這件事責任多了，你不覺得嗎？是啊，所以你有一個這樣的能力去做的時候，我所以有能力不代表有責任的，我真是那你就是那很多罪犯都是這樣的不是你有能力啦，即你有那個聰明才智去想你怎樣去做到一些人家做不到的事，但是你沒有那個責任，即代表你是但願意在人家身上，有能力就有責任，這件事都是一個好的人，你明白嗎？你不想做一個好的人嗎？問題不是，我沒有說不想做一個好的人，問題就是這件事不必然，而這件事也都很反人性，我自己覺得，所以我說仆街了，一個 feeling 去佔多的人去定 plan， 即是要逼死自己咯。是啊，是啊，你的評判什麼是評判？好笑，評判型的人是果斷、周到、有條理，他們重視清晰度、可預測性和封閉性，喜歡結構和計劃而不是自發性。 100% 我們看到你黐線的，我是不是黐線？準不準啊？你覺得這個我覺得我是越來越真的越來越向這件事的，因為我是真的見過太多，如果我不敢做的話，只會向我不想發生的事情去發生，所以沒有辦法，即你一定要想咯，你一定要實行咯，你一定要規限自己咯。我自己呢，我是 57%、okay。 是 評判、okay。 我有 43% 是展望，而我亦都我係呢個係 surprise 到我嘅。但展望係咩嚟？展望咪即係有得去。係啊，有得去睇下佢點執生咯。OK， 係啊，執生咪展望咯。OK， 我估唔到，我估唔到係佔少啊，我估唔到嘅展望係。係啊，你變 J 人啊嘛。好 feel 到就係因為咁樣而搞到我變 J 人。嗯，係咁，其實係好嘅喎。你受過呢個社會嘅歷練之後，你知道係你唔可以咁 YOLO 咯。因為你對自己負責任咯，係咪先？係。嗯。跟住我係76% 嘅堅決同埋24% 嘅起伏不定。Oh my god！ 係，其實我嘅起伏不定咧，我覺得大部分時間係喺幕前嘅時候咯。嗯，點解啊？因為如果冇影住啊，又或者係其實我上咗嗰個真人 show 咧，係好清晰咁，我喺第二個角度睇自己嘅，因為我有好多情緒唔穩定嘅，或者我見到好多我唔想發生嘅事，又或者我控制唔到嘅事，我以往咧我會剪走佢，或者我唔會想俾人見到我依一面嘅，因為我知道依一面咧係冇無補於事嘅。但係因為嗰個真人 show 係真係24小時都拍住，咁就變我變咗一個黐線佬啊！即係我感性嗰一面咧
被人捉咗，因為依啲通常係 juicy 啲咁樣。啊，係啊，係啊。即係以往可能我拍一啲綜藝節目啊，即係我只不過喺有限嘅程度之下，我去哇好開心啊，即係去搞笑啊，或者係即係俾人笑啊咁樣，即係依啲嘢係我俾佢發生嘅。嗯。但係如果你真人 show 嘅話，即係連我自己你冇遇到佢會。呈現出嚟嘅嗰啲位置都會被人指埋出嚟嘛？因為有陣時候有啲嘢係令到我好嬲咧，跟住人哋係唔理解噶，因為我會係嬲埋人哋嗰份。如果我個朋友受傷害又或者係佢受到一啲唔好嘅待遇嘅話，我係會好激動。而嗰個激動咧，我係知道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其實你咁激動做咩啫？唔關你事或者點？即所以我就會更加有嗰個意志去收埋咯。但是因為那個真人 show 是沒有辦法，最後就被人剪掉這些位置，在一些不對的地方了，我就變成了一個慈善佬咯。OK， 不是，看來他們都有一定的角色塑造是想定了的。是的，是的，是的，我只不過是這樣，所以其實我的起伏不定是明顯的。他這裡是寫堅決型啊 ,76% 堅決嘛，你 ,24% 的起伏不定，堅決型的人就自信。性情平和，能抵抗壓力啊！佢哋拒絕過度嘅擔心，喺努力實現目標嘅時候，往往都會自信面對。嗱，咁本人咧就係 25% 嘅堅決，75% 嘅起伏不定啊。起伏不定嘅人咧就自我意識強，對壓力敏感啊。佢哋喺情緒上面有一種壓迫感，往往以成功為響度，追求完美。渴望進步，喂，其實我覺得佢係啱噶。嗯，我就係因為追求完美，所以我哋好多嘢都唔做。嗯，但係係真嘅，佢係講得啱嘅呢個。嗯嗯，我明白，我理解嘅。但係我嗰個角度就係點解我咁激氣，就係因為我知道你追求完美嘛，所以我咪提供一個解決方法，你點樣先可以達到你心目中嘅完美咯？但係你又拒絕咯。我唔係拒絕嘅，你我哋繼續。冇啦。哦。啊！終於你露尾聲啦。終於嚟到最後，本人正式宣布成為了一個 J 人。嗱，嗱依啲位咁樣咧，佢我覺得我唔明點解佢要唔開心咯。因為唔分啊，作為一個 J 人真係好唔分啊！我想係一個分依家。Why？ 啱噶啦。你只要成為一個 J 人，我才不會為你的將來感到擔憂。但我這個路是這樣想的，若然真的成為了一個 J 人，那就看看有沒有真的中 JD 了，真的要 JD 啊。所以我哥剛剛就在他的 channel 答應了，他現在這個 broadcast 的系列呢是會每個星期五都發生嘅，咁而佢係真係要實行嘅，即係要 plan， 真係要做嘅。如果唔係，佢就會冇曬所有 subscribers 噶啦。咁所以就大家就督促佢。即係你話有啲咩頭暈身興啊，咁嗰啲你有一兩個禮拜斷咗嗰啲，我覺得情有可原嘅，講明先。但你唔好成日有頭暈身興。咁啊，當然啦。咁呢樣嘢你就唔使打底啦，除非你有諗過你有啲咩事嘅時候，你要攞頭暈身興。This is my toy deadline， OK？ No， 所以我就覺得呢樣嘢根本就唔需要講出嚟啊。你根本就諗住攞依個嚟做藉口，到時所以我係唔會接受你嘅藉口嘅，最多俾你用一兩次。係，多謝妹妹，多謝妹妹。係依個係我嘅讓步啦，我嘅理解咯。我已經 plan 咗你會用依樣嘢噶啦。我仲我個尾仲係我仲係好未接受到，我竟然變成咗係 J 啊！黐線噶，我竟然唔使接受唔到噶，你係要接受噶啦嘛。啊！你可以同翻你個 friend 講咩啊？我哥依家系 ENFJ 啊 ，ENFJ 啊，好啦，好啊，咁今次咧就去到呢一度啦。啊，你哋都可以留言话俾佢听，你哋想睇咩类型嘅 blog？ 哦，系系，话俾佢你留言啊，都得，话俾佢听，话俾我。我间唔中都会做嘅，系如果系有一啲合适嘅题材嘅话，好啊，好啊，好啊，即系如果你讲嗰啲咩P 嘢，可以揾我过嚟讲，我好多 P 嘢讲。你做好一個 J 人先啦，早啊，下遲啲再見啦，大家。唐真如啦，拜拜。拜拜。